洪武年间，锦衣卫分裂为两派，为了重拾圣恩，不惜明争暗斗，朝野之中暗波汹涌。我以为这太平盛世我可以一事无成，我以为会流离失所，终身无缘幸福。我无处不在，却无人知道我在。我终极一生只为得一人之心。本王决定孤注一掷，行险一搏。这两条路，一生一死，一跪一剑，如何选择？锦衣卫听令，随我一道清君侧，斩杀辅国公下旬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有一个人让朕又爱又恨，下旬，这就是你送给朕最后的一份礼物吗？现在下载乐视视频客户端大千世界走着瞧。